现在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啊，王先生，现在回家干了140条。哎呀，到现在才回家干了140条。说话太伤人了，懂吗？他还得师傅我啊，我要师傅他。师傅我，你必须师傅我，把我伺候个服务品。你把我送走就行了，真的。我送走你干嘛呀？我比你大十几岁，你可以先送我。这东西意外，谁也不确定，懂不懂？那说话呢？这意外你能确定呢？你不要说你送我了。不然你把那串门的是在废话干嘛的？赶紧一会儿弄。他妈最讨厌人说这种。140条目标30斤的，可以30到40斤。你要见我那天刚从家里。你看你干嘛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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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官方对吧？他骂自己的，你别管他啊，他脑子有问题，别管他。说实话，我有很多人说我今晚喝多少包家也，其实我也没喝，一口都没喝。我喝跟不喝都一个德行的，喝也这样，不喝也这样，说话也这样，真的。哎，就这个性格了，你说叫我改，我说实话我也改不了，就这个人啊。就这个人，就这种性格，就这个嘴巴。哎呀，我这个人没脑子，没头脑，知道吧？说话没有头脑，一根筋，啊，一根筋。我家以前也经常这样说，你家就你老婆呗。有时间到我们江西九江来干的，资源特别好啊。九江啊，太远喽。太远了，感谢我江明哥，不要说这些话，真的说吉利话哥。哎呀，我活累啊，兄弟啊，说实话，真的太累了，累呀、啊。哎呀，想办法搞钱呐、啊，搞着钱比什么都好啊。哎呀，你不要谈户外10个 W 多少个的，没用，没用，挣不到，没有，再挣不到一年几十万还是好，我靠，一年几十万，我操，一年几十万都有几个干活一年挣几十万的，我操，你开玩笑呢？有多少人干户外一年能挣几十万呢？有多少人？你说毛钱全部在内，对吧？我全部在内，我十几万都有了。对不对？你吃啊，你喝啊，开销什么的啊，6、7个差不多，啊，抓上来6、7万肯定是有的，啊，6、7万5、6万呢，对不对？这个肯定有啊。干户外几十万，除非是干啊，都对，除了就是不正当的啊，只有冬天，只有冬天。冬天6、7万都不多啊，但是你搞个6、7万已经相当不错了吧，对吧？你打工你都挣不到6、7万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出门经常打螺丝，你就一年你能挣多少钱，对吧？还天天说实话10几个小时，我开支太大了，真的。那像我平常下户外，对不对？吃，说白了，一天也就是吃，就是吃2顿饭。一顿饭有的时候20多、30多、40多的，对吧？你要菜，今天晚上菜点的稍微好一点，硬菜，对吧？40-50啊，最多40多，30多、40多。平常是摩托车加油，要不要钱？蚯蚓呐、啊，什么东西的，这些都要钱的、啊。像平常时喝水，一天要买喝几瓶水啊？喝饮料，冰红茶啊，什么水蜜桃什么东西？摩托车啊，摩托车烧油，2天、3天、4天加一次油，
如果说你在在。衣服今天是放洗衣机洗的。手洗的。洗的颜色都对。对对对对对，电瓶呢？哎，但你电瓶的跑不远呢，也麻烦，不如油车。你说你要冷的话，再一个小被子呢。没事，不冷。就是靠天吃饭，干户外，说实话，我跟你讲。这时候窗户关起来就昨天晚上是刮风的，有点冷，窗户没关。上天出去干到十月份中旬，可能中旬不到我就要回来了。我带那么多干嘛的？我那还有被子呢。被子那个垫下面，那个不行啊，冷啊。50公里电瓶车够用吗？外面肯定冷啊。我2天一箱油啊，管你往下的多、啊、肯定的。小太，你一天下100多张网，200张网。你洗睡吧，给你听了叭叭的。太差了，你能不能长点文化呢？没文化。天天学习也学不到啥什么玩意。没文化，真可怕。你这能力太差了，真的，我都懒得跟他说话，现在。那你不说就行了吗？一天到晚的。你总是误会我。那直播间里的说话也是，你总是误会人家。你让人误解。嗯，有，王哥有。到时候联系我就行了啊。我踏板车一箱油40块钱啊！哦，用踏板车啊。我跟你讲，其实。踏板那烧油啊，踏板那的。踏板车烧油。七零之阳，七零之阳。哎呀，这阳的呀。七零之阳，那七零之阳真难弄。真的是自己睡，原来你们呢？也就我这种人惯了自由了，真的。洗睡吧。我就是放我走啊，他也不放。你长翅膀飞不就行了吗？我往哪飞的？长翅膀对吧？整把翅膀整出来就行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俺是病猫啊？来，就往那一站，你看看。我给你们看看啊、哦。你站着别动啊！你站着别动，你不站着别动，啊！你看，他要么眼睛眨不愣的就看着你，他要么往那一站，跟木头一样，木桩一样，就这样，来，那。我都不想搭理你，这。那你去啊！去洗澡去。你吃是够了，真的。那要站在那干嘛的？那你放我走，你不放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稀巴我？说的你说李文杰那喜欢你姑娘，哎，你不懂啊，我也不懂你有没有对，你应该有，你没得对，有没有对喽？你有对象不，小涛？万龙看到心动了，切，心动，你心动，还心动？他反正烧油厉害，都让一步过会就好了。对，让，肯定让哦，这不直播效果吗？对不对？关键我每次直播他都会在旁边说，这咋咋呼呼的。不是我开播有我自己开播的方式，对不对？要不你又来开播，对吧？直播间跟你来，你来开不就行了吗？就你的臭皮我都受够了，真的。你看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这脾气不改，咱俩真的。你来开，你来，来，你来跟人家聊。我还不是我聊不聊，我现在是跟你聊。哎呀，我跟别人聊的，我一个人在过。你说我不开播，你说我没开播。我啥时候说你不开播的呀？那你没说。你怎么？我纠结这个问题干嘛的？那我开播，你就别管。我管你呢吗？你也别说话就行了。我管你呢吗？哎。算了，没管过。抓啊，抓！过两天出去。我说我不想跟你过了，你让我长翅膀飞。长翅膀飞就行了。你长翅膀，你翅膀长不出来，你长得翅膀了。怎么没有的？你应该我那么什么的。安装一个发动机不就飞了吗？关键我有发动机。装呀。那发动机不在外面吗？装啊你啊！人间无味，这不能这样说的，懂吗？老师，都说这些不发财的话干嘛？对不对？你说的话就太伤人心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
我上北京啊，我是新牛啊。我说人家，我没说你。哎，我就不说话。叫我说家里周周，我就不说话啊。对，你们千万不能总那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还是你们牛逼啊！下那么多网，我操！哎。